则，游戏开始，两队成员同时从起点出发，向困住我的高台发起冲击，射线登顶的队伍获胜。好了啊，来所有的这轮的六位成员，哎，得让我们，因为我们是老弱。好，来，请准备。好了，来吧。计时，开始，努力站起来。来来，腾哥，腾哥干嘛呢？哎呀！哦，娜娜好快，娜娜把她推下来，把她推下来，娜娜。哎呀！我的妈呀！他一直用四肢，用四肢撑下来的。哒哒哒哒哒。太厉害了！我就上来了。哦，那哇！我哥可开心了，我还没展示呢。对呀，行，那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我们再来一轮。好了，准备，三、二、一，开始。一开始干到了，这孩子真厉害呀！这孩子拧大真厉害呀！他拧大的可厉害了，那孩子。啊，我知道你怎么爬的了。哎。还是我们走啊，当兵当兵。贾玲加入了，妹妹加入了，莫名加入。我让娜娜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热是不是？热是不是？哦，完了，又上去了啊！完了，快下来，下来，下来！这录个节目，你跑那么快干啥呀？宽呐，完了宽，看疼的，看哥疼的，看哥疼的，我们现在就看他疼。哥，姑娘手里的水漾出来了。好了好了，最后一轮啊，最后一轮。来，菜菜，告诉我吧。芒果。好了，各位，这是最后一轮啊，四对四的争夺，规则是这样的，在四分钟时间到的时候，哪一队？占据着最高峰，哪队就赢。四分钟是时间的限制，只要时间不到，谁都可以拼，好吗？开始。加油！腾哥，你干啥呢？采取的是纠缠的姿势啊。哇，娜娜有个绝招，就是甩。啊，就是甩。太快了！太快了！
好，现在天使队率先占据了二层平台，居高临下。拽下来，拉下来，快去，快去！大力加油！啊，小心，小心！啊！你敢推我？没事，你有没事？推给我！你得罪我！不要，不要！别，我错了，都没有。5秒 4 3 2 1，时间到。不法。我是经历了一场战争。真的，我一个人独自承受了两班，承受了两颗原子弹。对，无形的轰炸。娜娜，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为你翻身做好了一个基础，再也不是游戏黑洞了。你以后你真的完全可以多接动作片。是。好了，这轮非常明显，由于娜娜的出色发挥，最终获胜的是沈腾队。来，决胜局，3 2 1，劈啦！哥，我还没有动就找我。
少女下一首歌。哦，娜娜太适合这个游戏了。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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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马上来一场高空竞技，别了，别了，娜娜，你们冷静点，手上有人上去了，不行不行不行，来一场高空竞技，别了，别了。现在我们的这个王牌家族队，小圆和娜娜都已经登顶了平台，还差最后一步到顶峰。到达顶峰。恭喜娜娜来到顶峰，我再次宣布，娜娜，你是全球最会玩这个游戏的人。轻功笔画猜游戏规则，每队派出一人进入蹦床，中间有一堵高墙遮挡，蹦床中的嘉宾需要通过弹跳看到肢体演绎猜出内容，答对题目多的一方获胜。好，准备好了，来吧，这轮计时开始。内裤外穿，天上飞了，飞呀，跳来跳来，哎呀，来这个，来两个字，菜，什么店？什么店？什么店？包包包，什么店？理发店，对对，哎，走嘞哦，走嘞哦，发疯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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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容易啊，我从来没试过那么聪明的。OK， 哎哎哎，跳什么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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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舞？什么舞？霹雳舞！霹雳舞！对，我真的没试过呢，真的没试过呢。哎，怎么会？我很强，我很强。韩锦龙，对，打游戏，打游戏，在哪里打游戏？打打电脑。啊，在哪个地方打电脑？在哪里打游戏？在图书馆。很多人一起打电脑。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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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奥斯卡，奥斯卡，奥斯卡要干嘛？奥斯卡，走什么？不对，要干嘛？走什么？要走什么？对。这是什么？八、七、六、哎，好点，五、四、三、二、一、七、十、八、九、一，时间到。好，时间到，说出了盘丝洞，但是来不及再唱歌了。啊！啊！吹蜡烛。两人站在黄线外，分别用一口气吹蜡烛，吹灭数量多者取胜。八支，好少、啊。谁这么厉害给吹的？对啊，张一山啊。真的吗？一定是啊。这是谁挑战成功的？哇！
二三四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你太强了。我们二十二只。乒乓球，站在黄线外投掷乒乓球，投中三个不同杯中即为成功。啊，你好可爱。呀，抢啊！不要超过黄线啊！不要影响我的。来来来，开始。哎，手得不能超过这个。你们放弃吧。手不能超过桌子。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希望了，我没有希望了，希望了。哎，你成了，加油吧，其他给你。开始！哇塞！赢了，赢了，赢了！啊！我也没想到，好快！多少秒？多少秒？八秒！怎么可能超过我们？两队轮流抽取积木，积木上贴有1到100的数字卡，内含难度递增的题目。30秒内用你比划我来猜的方式说出正确内容，即可获得相应的分数。一旦抽到积木，游戏结束，最终数字总和较大的队伍获胜。准备，开始。两个字，是什么？碰碰，抱抱。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字是什么？看看哪儿？大楼，树。树懒，78分啊！我会猜哦。哇塞，你指个树？他是很厉害的，因为就是那个动物，对对对，抱着树的那个。开始，8个，看看小智哥怎么演的8个字。求婚，单膝跪地，唱歌。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哇！不要难过，这边进入冰点了，是吧？今天充分展现你的演技。我说对了。这个很好猜，36，三个字。辣眼睛。哦，好，下一位。我不去了吧，我你签吧。我也猜不出来。队长吧，他戏多，让他闲的。表演欲。是，你看，你看，是看着。一拉就倒了，一拉就倒了。二十。哎呀，可以的，没得选了，没得选了。哎，还有，可以，可以，可以。哎，稳稳稳。哎。我看着这个题啊，我很开心。然后呢，我看了这看，看了这个分呢，看了这分，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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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分题送分题。哎呀！耶耶！我成了！我成功了！又拿一分，还有一分的题。哦、这很容易倒的感觉嘞！哇，后面真的哇，不会再上去了，分很多、哦，啥意思？不要脸！80分，哇，高高高！开始，两个字，第二个字，拉，第一个字，考拉，这就过了。啊！
这就过了。你是怎么拍的？这个拉我是服了，拉我服了。要是能播也是挺厉害，我期待这一期。别超过二啊。哦。两分。我最多给你五分。最多了。最多了。我说什么来着？两个字，跳，跳舞，芭蕾，体操，亮相，体操。多少分？五十分。50分啊。9个字啊。喊。最后。吃饭。你妈喊你回家吃饭那个是吧？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是吧？哇，6666一遍。你比较会抽吧，比较会抽，我们保安全就好了，保安全。再往下真的难了，不行，哎，哦呦，哦，漂亮，稳住就好了，稳住，我们能赢，几分？50，真的是50，他们都是50以上，我们就没上过50，真的，我们真的不一样，6个字，第一个字你，第二个字。炸你炸你炸我也炸你炸我也你跳我跳你5 4这个字3你炸你炸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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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这个游戏笑容逐渐消失了终于有感受到那种胜利的滋味的感觉是多么的快乐了笑容凝固在了对方的脸上好残忍啊我们这一队好残忍一秒钟都要绝杀我们拿的分都是5分以上的等会儿我先看三分51分值了吗哇98但是这一题给我时间行吗我给你时间给我时间我已经被猜出来了给你半小时这么难吗照这个套路肯定也是什么那咱们就往偏了想做完片了想开始11个字唱歌那刘德华的歌吗刘德华的歌冷冷的冰雨在我的冷冷的冰雨在脸上拍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我去你去下一队继续加油咱们在旁边挡挡风也行哎呦不用这个哎可以的可以真的可以拉就好了那我们赢了哎哇真的没得拿了不行都不行啊85最好又赢了就赢了小白这两把手气这一把赢了小白就赢了哇塞没关系你好好想为什么到我这都是嘿嘿你不要乱走大家碰到把你喝掉这么难吗小白开始7个字5 6 7鸡属鸭还是鸡小鸡小鸡鸡小蓝小鸡蓝小鸡鸡鸡小铁齿铜牙鸡小蓝铁齿铜牙鸡小蓝好鸡小鸡这
里的，我现在是这样，除了黄的能抽，可以推往那里推一点就好了。哎，别动，别动啊，别动、啊。有风，来风了，来风了啊！输了。